近日，山东一男子出差一年后回家，发现自己的老婆正在清理床铺，随后震惊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自己的老婆手里拿着一个机器，在床上来回滑动。没多久，他老婆打开了这个机器，倒出了很多脏东西。更惊讶的是，这个机器竟然会发光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隔壁德发送给老婆的无线除螨仪。男子开心的手舞足蹈，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吓一跳。用了这个除螨仪才知道，天天晒被子洗床单，依然会有很多灰尘细菌。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这种可以监测环境湿度的除螨仪，配合每分钟百次强劲的拍打，把深层的灰尘螨虫都拍打出来，利用10000帕的大吸力，把空气中的灰尘、毛发还有掉落的皮屑都吸附进去。结合内置紫外线灯，可以帮助杀菌除螨。床上、沙发、地毯，还有孩子经常接触的毛绒玩具，都要经常用一下，再也不用苦等太阳出来拿出去晒了。关键它还能当个手持吸尘器，杀菌除螨的同时还能做好家庭清洁。就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今天厂家直销，价格还不到一顿早餐钱。喜欢的朋友不要犹豫了，赶紧点击下方视频链接下单吧。